什么？有点夸张，哇，这个筋要拉多开，是要拉多开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这一家 Triple One 泰越式帝王洗头。上次强尼呢已经来这里体验过按摩洗头了，听说呢他们还有很多服务值得介绍，所以呢我今天再来一次。强尼呢就想要专心洗脚，做做那个足浴，然后呢再顺便介绍他们传说中的一些 VIP 服务给大家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进去体验吧 ，Let's go。你好，我们准备好了这边请。哦，好好好，哎，我们赶快去体验吧。强尼现在的要进去的呢是他们的 VIP 房，因为强尼今天有体验了 VIP 房的吃到饱，他们竟然还有这种活动，所以呢，你看。老板其实早就都准备好了，这些我真的都可以吃吗？跟大家说 ，Triple One 这一家真的是有吓到我哎，它的位置呢真的是在金华区，竟然可以看到金融塔，在这里配着美景，吃上美食，真的是一大享受啦。还有喂食的服务吗？本来就够好吃了，再加上这样，真的是美味啊。太狂了啦，这个 VIP 服务里面呢除了吃之外呢，你吃饱饱没事干，你要运动的时候还可以打撞球。那我们现在请小姐姐陪我们一起打吧。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边的 VIP 服务呢，就是说除了你在按摩之外呢，你可以单买这边的服务，就是你来这里玩球啊，吃东西啊，然后看看美景啊。那当然啦，像强尼呢，是因为也有在这边消费，所以呢，在这边等待的时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上来体验一小段时间啦。所以这个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哎。很厉害耶，他换衣服竟然还有自己的空间呢。那我们今天一样又是我最喜欢的 VIP 房爱马仕。哦，又是这张床，你看哦，真的是很高级耶，好狂哦。这个坐了呢真的是很舒服，然后位置又大，不会像其他可能会担心掉下去这种感觉哦。今天的小姐姐也是很可爱耶。哦，水温很棒呢。小腿，哎，我不是开玩笑，虽然洗小腿我们自己也会洗，但是我第一次被人家在这种店洗。哇，这种新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痒痒的感觉。你怎么突然害羞起来了呢？我拍那么多，但是突然第一次小腿肉被这样子洗，真的是很新奇，然后真的痒痒的感觉。哦哦哦，有到点上哦，这个确实有一点力道的感觉哦，哇，这个跟我在巴厘岛遇到的那个按摩女魔头有的拼，都已经语无伦次。嗯，他现在是按膝盖那附近，哇哦！
我没有这样子的体验过哎。哎，看来除了粤式的那种辣妹洗头之外呢，他的足浴啊，可以更专心做这些项目哎。我觉得哎，真的可以接着轮着做。哇，哎，你看他有多用心，他的手都在抖哎，真的是按得很扎实哎，舒服，哇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发出，但是真的很舒服，好不好？有点夸张，哇，这个筋要拉到开，是要拉多开啦，哇，太屌了啦！这么近的吗？干们干们，这个老师太厉害了，我一定要认识一下。Enden Large， 喵喵喵，哇哦，包牛腿，包牛腿，20岁就有这样的技巧，哎，大家赶快找他啦，你们真的会物超所值哦。我板在这，这 ，M allow，M allow，Good morning， 哦。牛丁呢？有点深入哦。这在干嘛？我想看一下。哇！哎、欸、，cameraman 要 take 嘞，太酷了吧！有点厉害哦，感觉不止足咯。功夫了得，我现在可以想象他的每一个姿势应该都很独特，但我又看不了。
那现在准备收尾了，这个主语呢也就到了尾声了，真的哎，有超值哎，他的技术啊，还有刚刚那个拉拉扯扯啊，真的，别看这样哦，夸张是夸张，但是很到点哦，啊舒服。所以呢，今天呢又是来到了 Triple One 的这个就是主语的体验，这是包含刚刚画面已经给大家看过他的那个 VIP 服务啊，就是 VIP 房可以享受到的东西啊，哇，真的是好吃，然后呢又好玩呢。那这些呢，通通在这里可以享受得到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